喂，我在酒店呢，你什么时候过来接我呀？元宵宴，不好意思啊，不是跟你接，那我到房间等你啊。好嘞。这个是外套，这个呢？四个点烧的。哎，邓哥，哎，这位就是斯科特先生。哎，爸爸好，老板好，老板好。这位就是咱们的卖家，祝贺。What about zinc? Take it out and have a look.哦，好，好，在这儿。去。这什么高科技啊？这叫猫眼显微探测器。这有什么稀奇玩意儿？这个厉害啊！是，这什么？Very, very good. It is true.哈哈哈哈哈！东西放下，它不属于你。这是大龙哥。喂，今天死定了。你认识他？不认识。那就是。一个都不留。
小伟，走。